这张牌是它代表的是在工作上你很会去收集你所需要的资讯，有的人可能会自以为很聪明或之类，但是你不会，你会尽量的对收集资讯，然后去迎合，比如说这工作的需要，那你就会把自己塑造成那样的。而且这张牌啊，它也代表的是言语上面其实你是很聪明的哦，在荧光幕前面可能就会藏拙，可是问题其实你自己是很犀利的哦，在言语上面是很犀利的。我觉得还蛮准的，就是因为我不喜欢，因为我觉得电视机前面的话没有必要给大家压力，对，然后是人与人之间啊，工作的时候就应该比较要求。而且其实微博就是出道这几年来一直都是一种很谦虚的态度，是不是？但去年好，不提了啊。一张抽到的这张牌是权杖随从的逆位，然后第二张是圣杯国王逆位，这两张都是逆位，但逆位不代表不好。权杖随从代表的是其实你很想去为对方做些什么，可是随从因为是最小的位阶，它代表的是比较会有一些比较不成熟的举动，是对。可是问题是它也代表的是其实你是很真心想要为对方做些什么，那也因为这样子常常会比较冲动。了解，对，在爱情上面是。那现在的话呢，这个是圣杯国王逆位，圣杯国王是已经是最大的位阶，代表其实而且圣杯水元素它是感情的元素，代表你在感情上其实你有你自己的一套解读。那当他是逆位的时候，你很容易也是一样，在感情上会放太重在里面。对，放太重在里面，然后而且你会很容易陷入一个自己的圈圈，就是你会，比如说你如果有遇到瓶颈，你就会陷入那个圈圈里面，直到你跟自己讲说好，不行，我要跳出来，那你就会去做，转移到别的事情上面。过去的我觉得有些地方蛮准，因为是因为我小时候受过恋爱的创伤，所以我开始对爱情是非常的理性，对，所以我就比较会用别的事情来弥补，好像对爱情这个面貌去掩盖你之前受伤的那部分。有一点，小时候我是很占有欲的，可是后来我开始会告诉自己说，谈恋爱要给对方空间。虽然我其实根本就不是这种人，我是希望每天把黏着他，跟棉花打一样这样子的。可是因为我告诉我自己不行，所以慢慢就变成另外一个人。我在17的时候，我希望我大学毕业就可以结婚，跟当时在一起是可以。可是后来发现根本就没有车，没有房子，然后没有工作，就是、对，所以我会觉得自己很卑微，又是长距离恋爱。也不是卑微，就是长时间，就是我会觉得我没办法给他什么，所以最后就还是让他走吧，这样子。所以这三个其实算你的理想型，就还算欣赏吧。第一张牌呢是宝剑随从犯，对，好烦哦，一直出现。第二张牌呢是皇帝的逆位，第三张牌是幸运之轮的逆位，那这三张牌代表你想的这三个女生呢，机会都很小，机会都很少哎、欸。啊，我不能讲是谁啊！现在都已经猜成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第一张牌的部分呢？第一张牌呢，其实你有想要小小去试探一下，到底状况是怎么样？第一张牌吗？对，这张牌哦。它是哪一个领域的？微博？差不多领域啊。差不多领域。对啊。好，第二位。歌手还是演员还是主持人？哎呦，还是 model。有演过戏，也有出专辑。哦。好。第二张牌呢？皇帝的逆位代表是你在他面前太不像你。其实我不认识他。哦，那反正就是他不知道我，因为说他不知道我。他不是好莱坞的个性。对，而且他这张牌的反应是，你遇到他的时候啦，你要小心，你做出来的行为会不像你。哦。你要问是不是？嗯，哪一个领域？有唱歌。有唱歌。有演戏。像太阳猜跟第一个一样吗？也有主持，也有主持。所以第二个其实你比第一个还喜欢。也有主持，嗯，不一样，不一样，是人妻了吗？不一样的喜欢，是人妻了吗？人妻有唱歌、主持跟演戏了。问一下没？桃子姐。所以其实你没有，我是说你，我讲起公，讲起来是这三个他有。没关系，我会转达桃子姐。
第三个命运之轮，因为这个根本就太远，是这个真的有点远，有点远吗？在哪个地区呢？地区，嗯，到处都有，到处都有，唱歌有，唱歌，嗯，演戏，偶尔会拍拍杂志，好像有演电影，嗯。我觉得大家当然会哗然。如果所有事情再发生一次的话，我觉得我不会那么难过。嗯，对我来说，那都是个期盼，每个人都期盼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，好事发生。所以，当期盼不像原来是这样子的时候，你可能会吓到，或是不知名的情绪，或是你知道那种感觉。嗯、那所以。如果从头再来的话，心里都会有准备啦，然后也可以理解大家为什么这样。可能那个算是我最大的肯定，也是我最大的心愿。那我觉得，其实现在我更能去接受有的没的。对，那你支持我，我很开心。我想知道你为什么支持我，是哪个点，或是哪个你看到哪一次的表现。那你不支持我，我也不是排斥你，我也想知道你为什么不支持我，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。所以现在我比较豁然一点。Cause I can't just let you go. 第一张，这女的有英文名字。第二张，这个她比较好像没有用英文名字。第三张，大家几乎都是叫她英文名字。